送上去一点，然后呢，把右边的帅哥再不送上去一点。好，你坐中间就好，你走路那么摇摇晃晃，你就要上去，你就要上去。帅哥，你的袋子在glass wall地方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glass wall，glass wall在下面。对对对，OK。好了，出来了，这就是太平洋了。OK 哈，他们出来慢慢收取了哈，可以找他们。好，这是野生的金嘴，要收取一下。那肥胖类种类很多，几率很高，20几种种类。好，六个一到七一单也有可以到很多。OK， 那我们要慢慢的去收取，都可以找他们。好，你船上要喝水，你就在楼下留矿泉水。洗手间、卫生间、船尾楼梯口就是酒店。你要上卫生间，你就在楼下的地方。OK。好，非常简单的规则，注意系安全。好，在走动活动不可用跑的，好，这边注意一下。好，那还有你们身上行李贵重的东西，自行保管，随身携带好了。OK。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们就是出来就开慢慢收集，找清楚野生的，肥胖性种类变得多，那20几种种类。好，有可能遇到金鱼干，有可能遇到海豚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遇到哪些种类真的还不晓得，还不晓得，好，要常常去找寻一下，找寻一下 ，OK。好，那大家稍微给我们点时间，我们尽快找出来 ，OK。好，有去过海洋公园吗？有没有去过？好，在哪边？在右手边的半山腰，白色建筑物，那是海洋公园 ，OK。好，那顺便看一下这座山脉，很多旅客都说这个是个龟山。好，龟山岛吗？很像吗？不像的哈，有点像了哦，这个角度。好，这不是龟山，这是海岸山脉。好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全长135公里，北起上花莲溪口，它到南是台东的卑南溪口。OK， 好，所以说我们右手边是往南边的方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船长呢，我们选择外海的地方，到外海去找，好，去挑选。那今天海上就这样子，这个地方范围 OK， 比较不规则哈。好，那还是有旅客会乘坐没有？好，我们就要在路上避免晕船。船只上下摇晃是呼吸太远处的地方，不要紧张啦，千万不要紧张。OK， 你紧张自己下自己。